巨锤合集。最近在忙什么？忙着在逛街吗？是吧？是的。你三个人吧。然后跑出来，他说你应该会说的话。你爱蒜泥油碟吗？点了什么？饮料。点给谁？点给谁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们的祝福都看到了。新年快乐，来日方长。对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滑雪项目可以吧？我尤其是带好呼吸，好不好？身边不是有朋友喜欢用洗衣机洗衣服吗？哎，蹦了，过下来。就是上一次见你，就是上一次，应该都感受过肖我们的海飞丝的漫展拍照有三宝：蓝天、白云、光线好。你很爱拍蓝天白云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。